老骨头就要入土了！哎呀，爸，瞧您说的，您再活几十年都没问题的。可有人就想要我死啊！谁他妈想让你死？我能死他？你的好儿子苏秦胜，为了苏家家主之位，想要我这老头子的命！带进来！爸，救救我！爸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他不可能干那种事儿的呀！